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，今天又来带那个混账 Batman 出来玩。对，我刚刚那破坏那个机台，没事把我恢复原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你建筑师八部啊？谁呀？就是回不去才属于我们团队的。哎呦，对，这样才可以，这样才可以。啊！你又在忍，你又在忍。好了，反正今天我们要去找可以破坏机台的 ，Let's go。哦，这边怎么了？挡板吓到了吧？蛋妹来啊，你再来啊！蛋妹再来啊！不行，在修啊，爱修嘛，爱修嘛。挡板不知道怎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。他为什么装反边啊？他故意卡在那边。哦，卡公仔卡在那边。哦，莫非？三个人夹到暴怒，夹不出来之类的。他刚还把他半个挡板擦掉。对，你看他的半个挡板，他遮起一半，太难过了。看来只能我来帮他了。敢出货！擦不掉，但擦不掉代表应该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应该是合理的。好，了解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 ？A E X Q 是什么？公仔啊！三小翻回去三小。那这样你可以出来了，直接挡出。你不动我不动，你不动我动，那我乱动。要冷静一点，那我乱动。嚯，动这个大的哦！再回去啊，你再回去啊。好，今天是暴怒一哥哦，真的很生气，很会利用空间呢。对，很会利用整个室内设计师，整个封印啊，设计师。嘿，哇，好尴尬哦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看不到就算了，只能一个盲打，盲打，盲打听起来是很奇怪，盲剑客，叫窝边草。好兔不吃窝边草，有了吧？完全录不进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挡住哎，完全挡住，都给人家一点小希望哦。哎，哦，有了，这个丢的很不错，你们可以先出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这个目标还是他。对，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。他卡了一个，我是那个啦，叫女儿回家的爸爸。叫女儿回家的爸爸是怎样？过来，是这样用吼的。过来，你有这么变态吗？没有，我金属枪。谁家的女儿？我唱重金属，这么不爱回家。过来，谁家爸爸这么凶？我回家。我爸爸在，我也不想回家。没有了，我学 Batman 了。Batman 每次都这样对他女儿。哎呦，他女儿很可爱哦，三岁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女儿了，他最近都不知道他女儿到底怎样。他女儿，你看女儿讲第一个字是说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哎呦不要，爸爸不要。他对你有什么？爸爸，你可以不要再讲话了吗？不要，先不要。爸，我先不要。有人录了。哦哦，你找到了，别动他，别动他。哎呦，那只是正版，打到了喽。是，可是那个很便宜。我啊，三百出头。这样子很难挑选哦。挑选哦。打一万。不行。还有多少块保价？六十。挡住，挡住。好。打三十块，要好好思考一下策略了。对，现在是策略分析时间。哎呦，哇，小蛮要出来，打二十块，这个不要，目标小丑女了。好，报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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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ay three， 不要。
么啦？就是不出来。到底要干嘛啦？别怕，128G都录完了，还在勾。一个保夹录保夹爆了，是被我保啊顾哦。那个台主想说我赚爆了，结果发现全部都是保夹。一个保夹夹超久，碰不到他，这到底？我的字典里只有放弃，放弃。加也太久了吧？我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玩了啦，不玩了，累死。不玩了是吗？不玩了，累哦。你看，我刚刚看到这里都全部都是长这样。行呗。连这个也吃不来。连这个吃不了。难道他的保夹力道？可能热爪了，你刚玩太久了。三，结果还玩那么久，结果根本找不出来。玩太久了吗？太扯了，不行！保夹力道被玩，难怪那个小丑女出不来。那这一系列是破坏保夹，我觉得不可能出不来。他该不会等下停在上面？破坏保夹，嗨嗨，可以了啦！拜托，哦，拜托，你是谁啊？拜托，嗨嗨嗨。哎呀，我都已经夹到最深了哎，什么啦？深深的脑海里，夹到最深了哎。哇，这可以了。天啊，天哪！这样的，再包一次，再包一次，全包包满，包满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。啊，可以了。破坏机台哦，赶快把这个出掉。好，拜托。走，我们去破坏机台。哎，我等我出货才是观众的福利。好了。哇！一台，哎呦喂，就一样的意思。喂，晓得不晓得呢？真的进步了。他整个被拉在那边了，他已经卡住了，没办法再回家了。又差一点。这个入了就赢了，没入呢？没入的话就没入就打摄影师，没入怎样？没入的话就有买阿华田哦，转一圈哎，这是不是可以让你来了？华丽的转身，这么大盒还可以转一圈啊？那你可以了吗？不行不行，你是彻底放弃？彻底放弃我的技术？来吧，怎么快没了？吓到我！耶！两次，猜猜看几次会出来？五次，猜中就送你。五次，两次，还有吗？还有3次，三次，好。来是一次，两次，我觉得我有机会。四次，好，两次哦，第二次哦。好，认真哦，认真哦，不玩，对不起，要让 Batman 赢得独彩了吗？两次。我屌！你怎么那么准？我就是那么准，完全预估。不行，要改甩这边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燕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的。燕，你行吗？我行的。燕，你是男人吗？我是男人。哎呦，哇，一大串。哦，还是没进去。我是男人。哇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抓就会丢回去啊！就被告是吗？不是啊，就会丢回去。告屁啊！抓就被告。来了，性骚扰。耶！哇塞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这一碟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我不能动。快点，这是怎样？观众会以为那个影片宕机，然后你再特效加那个绕圈圈那个，然后你就重新整理次数多一次，快点次数多一次。好了，反正我们总共就夹了这些嘛，那挡板就被弄成这样子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对啊，你看哦，夹这么多，整个台子都空了呢。对啊，夹这么多，刚刚你这个不是才要次数吗？所以应该要给你，很荣幸。但是你觉得观众怎么样？观众 EXQ 吗？观众 EXQ 是不是？EXQ 观众观众还是你们要抽这个呢？
哦，要不要抽这个？我现在是观众，要不要抽这个？我抽这个，随便啊。我说好，那就抽这个吧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在这边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别忘了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IG 还有虾皮卖场都在下方说明中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记得开小铃铛。